今天因为睡觉的时候要有，对，我们开始吧。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哇！ 脑天、沐浴、眼睛麻，还有脸颊肉都在金枪鱼的鱼头上边。脑天的话是在头顶这两块，甲骨里边，然后脸颊肉就是腮两边的肉，然后沐浴就是金枪鱼眼睛、眼睛周围的肉，就都是特别稀有的，在很多地方都吃不到的。 这个这个，基本上没错的，好看看，放吧。这边让你看看。解剖，解剖学。我没关系，没事，传授一下，我跟踪。
取的是赤身的部位。 Thank you.
对，就那鳞还挺大的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可能就是那么大，神奇，看这个鳞片了吗？哦，撕裂，加的都是鳞片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